的是一个叫朱美拉皇宫的一个连锁的酒店，它这个皇宫里面有四个酒店，然后它有一整个皇宫，然后有一整个包括它的餐饮啊各方面的东西，还有一个私人海滩，就是你只要在这边住一天，你基本上一天的行程都不用出去，我昨天就在酒店里面待了一天。海滩沿线的四家朱美拉酒店连成一线，占据了帆船酒店沿街的最佳海景，能在这儿发呆一天就是我今天的心愿。奢华的朱美拉皇宫里有清澈的私人海滩，成片成片的棕榈树，还有一个创新型水上乐园，也是孩子们最喜欢来的地方。二月的天气来这里晒太阳，真的是再合适不过了。现在在等那个酒店的船，然后要从我们的这个餐厅这边去朱美拉集市。就是说这个反正我刚刚就说了，这个酒店整个皇宫就是可以逛一圈啊，然后中间这边还有一个运河，就坐船从这一头到那一头。酒店内的运河码头会有来往的船只接送，把我们送去迪拜很有名的古城集市。沙画、神灯、各种珍品古玩，还有超贵的地毯。晚餐时间，我们选择了一家能看日落的餐厅。这家店是北叔早说特别好吃，评价在第一位的店，不知道待会会怎样。蘑菇浓汤、蔬菜沙拉、奶油龙虾、和牛菲力，每一道菜都价格不菲，但是物超所值。棒！夜幕降临，看着迪拜这个摩登华丽的城市，夜空下闪闪发光的帆船酒店和皇宫，寸土寸金，果然名不虚传。